欢迎收看姜 style 频道，我是姜酱，你们可以叫我姜爷。那我今天来介绍这个《塞尔达传说》的林克。我们现在在他的小岛上面哦。那对面就是洛圣都。我们先看一下这边这个小房子里面有什么。哦，一片漆黑，应该是没有人在。哦，这边很适合钓鱼哎，就在海边而已。而且这个 view 超棒的，哦，跑好快哦！哇，那小房子，山上的房子，哇哦！对面还有个房子耶，我们掉下去了。好的，我们现在要到另外一边去。这个海浪应该会把我卷走，不过我们还可以小心一点。哦，他连跳水都那么帅气。哦，跳好高哦！哇，一个小塔，那个塔应该是可以防御敌人来袭的时候可以看一下。我们就不上去了。看一下这上面是什么？哇！哎，跑太快吧！哇，这是什么？哎，这个是玩那个摩托车，然后可以飞到对面的洞窟吗？我不确定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OK， 我们已经到上面的平台了。哇哦，超酷的！我们来试试看这个斜坡好不好？来，我用看这个摩托车 ，motorcycle， 有400。OK， 上车喽！咻！哎呀！马上过头啊！不过我猜过去应该是黑黑的山洞啊，真是的。哦，已经可以穿墙了，说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就马上去洛圣都啦。哎呀，我的船呢？我的船跑哪去了？我刚不是有船？它重生了哎！好，那再坐一下船好了。哎呀，船跟那个合体了。哦不，可以上船了吗？可以，不要闹了，快点上去。哦，爬得很吃力耶。好的，我们已经上船了，各位观众，准备起航到洛圣都喽。这样对嘛？我们就直接这样子停在沙滩上面了。哦，好多人在晒太阳哦。哇，这个正妹。哇。Someone's on the rag. 哦，他好有点老哎。看能看。看能看。哇，好多人跑过去了，有跑比我快吗？啊哒！
哎、看我的回旋镖！咻！啊，飞过头了。哦，跑超快的。啊！哇！摔倒了。不要跑啦，跑不过我的回旋镖。咻！哇！哇塞，还蛮厉害的，我的车子都凹掉了，哦，这什么？哦，盾盘丢不见了，哎，又回来了。这也丢太远了。哦，哇，哈哈，又跑又跳又飞的。喂，哇塞！啊！哦，这也太惨了吧！叫人杀鸡的。I take Israeli martial arts, bro. 哇塞！警察在追他，我来帮他一下。这样不好玩，我要切换一下那个警察可以打我的。五颗星，来吧，都来都来都来。还有一个警察呢，躲在这边哦，因为我打不到你吗？不打直升机吗？直升机飙不到哎、欸！那应该可以一次打三个人吧？不行！一次一个。哦。这个盾牌会滚呢。我大概慢动作。这是什么？哦，慢动作丢出去，哎、欸、嘿，完全，我刚才以为说没有反应的，原来它是可以的，但是它会回半，我要丢啦，啾，没有伤害、欸，再丢一次，啊，啾，好烂啊，什么烂东西啊？再丢一次那个 Charging Star 是什么啊？因为我没有那个他的小伙伴。哦，他可以绕一圈。回旋镖真的蛮强的。哦，慢动作哎。咻！那他躲打不到后面的人。咻！哦，
烂掉了。我的车子烂掉了。这里面躺在地上，我不会打你。这车子要爆，车子要爆，爆喽！再丢一次飞盘，喂，接住，咻！太瞎了，什么烂东西啊！我要冲去砍。我的刀嘞？他有把剑不见了。好吧，那看来只能用其他的刀代替了。车子都翻起来！哇，车子倒了！这标注吗？不能标注。你以为你打得到我吗？音速小，你看我跑多快，明明就是被射到，躲在这里，阿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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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怎么一直打他啊？我打别人呢、啊？阿达，哦。对，你需要支援。切换来回去我的那个盾牌，他帅嘛，那个光晕在旁边的。可惜没有那个剑 ，Master Sword，Where is my Master Sword？ 他拿枪也蛮帅的。就是要来两火花，太好了，车子被我炸了，这台车乱路了。直接上面，没有爆，中了中了中了！哎，他没有，只剩下子弹了。近战呢？来呀来呀！
错，应该是这个。哦，是什么？哦，好了，几乎是无敌的，因为我开无敌。OK， 那我们先切换回来。OK， 终于回到正常状态了。打他马上两颗星啊！我没有武器，我就盾牌。You all ready? Better be. Redick, open fire. 是什么？我 never wanted， 永远都不会被通缉。哈哈，偷打我对不对？报仇了，刚才偷打我。不烂了，来个强硬一点的。哎呦，中到了。哎 ，Smash Ability， 这个是什么？哦，它是可以跳的，就是它如果按跳的话，车子会飞起来。我们来试试看飞起来的效果。哦，原力觉醒的姿势，不是、啊、那个他的特殊技能。哦，哇塞，那个人飞起来烧，燃烧了，哦，哇塞，哦。太惨了，太惨了。这个姿势，烧吧！哇，哈哈哈哈哈！他居然还会呈现那种嘲笑的姿势，猪车别跑！哎，不够高啊，他有点在太空漫步哎。那台车太高了，没办法用。你要去哪里呀、啊？来这里呀、啊。我们今天来看那个 Trevor 的房子，来看一下他的房子。哦，因为刚才我进来扫射，所以有弹孔。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啊 ？Oh my god！ 这是那个好，但我没看到，嘿嘿，哎，还有酒哎，哇哦，这边有什么？你给射破吗？不行，射破，换一个东西，这个好了，打不烂啊，这玻璃。看电视。不要，我不想看电视。电脑，电脑是什么 ？OK， 上网。OK， 看一下房间有什么东西。房间有鞋子，哎，高跟鞋。这个嘞，哦，黑色的耶，好大只哦，这违禁品好多哦。哎呀，地上什么？紫色的哑铃 ，OK。哦，这个房间呢？房间有个小熊，上面有小熊哎、
这出去了，是不是还有个地方啊？这里，哦，好大一只哦，这也太可爱了吧 ！My God， 这太好笑了，我跟他合照，耶，哇哦 ，Cool，OK。说服的家参观完毕，我们出去了。